观演须知，感谢各位前来观看 AKB48 Team SH 缩略图研修生公演，请大家在观演时注意以下事项：一、严禁携带食物、饮料及危险品入场；二、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允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的物品进入现场；三、严禁携带大于50×50厘米的灯牌、纸板等会遮挡他人视线的物品入场；四、严禁携带影响他人观影效果的物品，如喇叭、口哨、乐器及扩音设备、激光笔、手电筒及各类成像设备；五、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，场内禁止吸烟；六、演出禁止摄影、摄像及录音等行为；七、禁止破坏活动现场及场馆设备等设施；八、请严格遵守现场座位安排，不得随意更换座位；九、请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物品，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，不要随意行动，避免造成踩踏事故；十、如在场内发现违禁品及违规行为，现场工作人员或安保人员有权没收该危险物品，或请违规行为的观众离场；十一、演出时请佩戴好口罩，做好防护工作。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我是 AKB48 Team SH 的公路文，大家国庆快乐哦。AKB48!事项一：严禁携带。Get you, 不停追赶你。
海。